演员邹海媚过去因为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周芷若一角闻名，获封为最美周芷若。宋少侠眼力果然厉害，小妹正是天崩地裂四去活来鬼见愁的周芷若。她十一日被疯传时讯，事隔一天工作室发文证实邹海媚因病医治无效离世，消息震撼全球影迷。她曾在2014年出演《武媚娘传奇》，凭借着不显老的美貌以及高贵优雅的气质再度翻红。当时与周海媚合作的张钧甯得知消息后也发文表达悲痛心情。张钧甯坦言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能见到记忆中永远的周芷若。他表示透过工作见到周海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并尊称对方为老师。他透露两人在一起拍戏时，老师总是那么客气耿直又专业可爱，在片场时总散发着爽朗笑容，相信在另外一个世界老师也会带着这样的笑容。最后他也感谢周海媚为华语影视圈带来这么多美好的故事。